这是你们刚去菜场买的。对，听说你很会做菜，我们就多买了一点。哦，这样子。对。我们呢，每次来的那个新的客人呢，都是服务我们的，服务我们。这两个人。所以我也算是客人吗？你现在暂时算。听说你很会做饭，那你有什么可以做的？鸡，哎，其实可以做什么三杯鸡之类的。哦，可以。三杯鸡开动。耶、yeah。型男都能够做饭，想炒个蛋，好啊！哇，他很会做，怎么弄得好丑啊？比我强啊！我告诉你，我第一天来的第一道菜也是这个蛋什么的，比我强多了。服了，我第一次做的那么烂。啊，是吗？但是你跟我可能没有什么可比性。哦，我跟你没什么可比性。哎，沉浸在自己的世界，伤心了。嗯，不妙，吃太多了，不妙。可以啊，很丰盛啊。哇，哇，好咸哦。我错了。你不是喜欢吃咸的吗？这个就我吃点粥。配粥挺好的，咸菜呗。我发现这边的盐太咸了。这跟盐没有关系。有些是海盐，有些是。好坚持啊！所有的盐都是海里面。也对啊。我觉得董佑给你太好笑了。他太可爱了。这就是三杯鸡吗？这是失败的。嗯，哎，可以，好吃哎。没信心了。真的假的？好吃的。那你的失败都这么好吃，那你成功将是什么味道啊？哎，你很捧场啊。太捧场。屁屁就是我们的捧王上线。